对不起，这个网络不太好，the network 不啊，好。没有很好，对不起。好，那么我重新打开，等我一下，我重新打开这个。看见了吗？好，罕见的。好的，好。那么我们刚才说这里是公司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第二个地方呢？机场。对，机场。那么我们再看第三幅图片，这个是什么？公共汽车。对，公共汽车。那么，公司离机场很远，我们就需要坐公共汽车。那么，我们用这一句话可以怎么说？从公司到机场很远。对，我们要。所以要怎么样所做？以每天 对，你看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因为从公司到机场很很远，远，是不是要坐公共汽车？要公共汽车，对，你看这里我坐们怎么说？对，坐，坐，要坐公共汽要车，坐好。公共汽车，对，那么我们把这个句子一起读一下。从公司到机场很远，要坐公共汽车。对，你看，公司和机场都是就是这个 A 和 B，那么他们的这里是一个距离 distance。从公司到机场的距离很远，所以我们要坐公共汽车。那么好，我们继续好，看这一个呢？你看，又是一个时间，这二是点，二点，对，二我们点，也可以说两点，哦，好，2点。对，对，两点。那么我们再看，这是几点？3点。对，三点。那么你看，在干什么？跳舞。对，那么你可以根据这三个图片造一个句子吗？Make a sentence。从两从，点对，到3点，对，我在干什么？我在学跳舞。对，非常好。你可以说我在学跳舞，那么我也可以说我在跳舞。哦，好。对，非常好。你刚才说的很好，学跳舞更好，it's 好，better。好的。那么我们继续看，你看这里有四个句子，我们一起读一读，要注意这个结构。Notice the structure。好，那么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一个。从8点。到10点，十点。十点，对。我在学校学习。这个是什么？这里。教室，教室。教室，对，教室，教在室。教室学习。好，那么我们看第二个句子呢？从北京到上海，上海，对，做什么？坐坐飞机，坐
飞机，对，坐飞机怎么样？坐飞机2个多小时，对，你看这里。要。对，坐飞机要2个多小时。好，我们把这里再读一下。要2个刀，小时。对，2个多小时。好，我们再读一下。要2个多小时。对，非常好。那么我们看第三个句子呢？从我家到学校，学校。对，不远。对，不远。那么我们看最后一个句子。从第三课对，到第五课，对，非常好。我都对，听懂了。对，从第三课到第五课，我都听懂了，非常好。那么我们看一下这里，这个读什么？教室，教室，四声，教教，室。对，四声。好，我们把第一个句子一起读一下。从8点到10点，我在教室学习。对，非常好，很好。那么我们继续看第二个，这个字读什么？D。对，地。那么我们通常用这个 D 放在，你看，经常放在一个数量短语前面，数量短语，看见了吗？对，数量短语前面，然后来表示顺序，顺序，the order。那么我们看一下，你看这里有三个句子，三个。那么我们看第一个，你看这里说的什么？那第一本书是我的。对，第一本书是我的。看这里，第一本书，first book，the first book。那么我好，们看这里呢？这是我第二个工作。对，这是我第二个工作。你看第二个。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一个呢？最后一个句子。今天他第一第一次，第一次第一跳次，舞对，第一次跳舞，the first time，第一次，啊，好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看一下，你看，你看这里是不是第一个，第一本书，第二个工作，好，第一次跳舞，我们看这里。这里看见了吗？D，对，你看，然后它的后面这里一、二和一，它们都是什么？一个数词，数词，number。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本、个，还有这个次，是，它们都是一个量词，measure 啊，word。好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它们的后面，后面第一本的后面是什么？书，对不书，对？对。对，那么这里是什么？工作，对，还有呢？跳舞，对，这三个它们都是一个名词，你看名字。名词，对，记住了吗？记住这个顺序结构。好，好，那么我们一起看一下，比如。你看，这里有四个水果，四个水果。那么苹果是第几个呢？
苹果是第几个？苹果，第三个。对，苹果是第三个，非常好，苹果好。是第三个。那么我们再看，这里有几个手表？四个对，手表。对，这里有四个手表。那么我们看，第几个手表是你的？如果是黑色的，黑色的是第几个？第四个，对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什么？第四个的，第四个，第四个手表什么对，的。对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你看，第四个手表是我的，好，对，非常好。那么这个呢比较简单，这个第几个很简单。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里这四个句子，我们一起读一读，加深一下印象。好，我们看第一个句子，他说的什么？我是第一个，做完作业的人。对，我是第一个做完作业的人。那么，这里呢？第二件，第二件衣服是妈妈新买的。对，非常好，读得很好。第二件衣服是妈妈新买的。那么，我们再看这一个句子呢？左边。对。左边，第三个，房间是我的。对，左边第三个房间是我的。那么我们看最后一个。今天我们学习了第六课。第几课这个字？第几课？九。九个，对。nine 九，好，好。对，那么我们看一下，你看，都是 D，然后中间是数字一、二、三，还有这个九，就好，对，都是数词 number。然后你看这个个，还有件，它们都是量词，记住了吗？好，好，很好。那么我再给你看一下。你刚才说的六，这个是六，six 六，对，对，这个是九九，，nine，对，好，记好。住了吧？那么我们看一下时间，还有一些时间，那么我们再来听一个听力，再来听一个。哦，好。你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男的想给谁打电话？对，男的想给谁打电话啊？那么我们看他要给谁好，打电话？那么第二个问题呢？他为什么没有？走哦，这个字是什么？我们说 find、look for，找。对，找对，到要找的要找人。的人，对，他没有找到。你看，没有找到，don't find。哦，好。那么这里呢，要找的人是他，want to find，want。对哦，好。，want。那么我们再看第三个呢？第三个问题。
女的是谁？女的是谁？对，我们读女三声。女啊，对，女的是谁？对，这个字要读三声。好，好，那么我们一起听一下这个听力。好。第九课，题太多，我没做完。Lesson 9. There were too many questions. I didn't finish all of them. 课文一。好，要开始了。打电话。Text 1. On the phone. 你好，请问张欢在吗？你打错了，我们这儿没有叫张欢的。对不起。听见了吗？啊，他很快，这个录音很快，那么我们再来。对，他太快了，只有三句话，他们只有三句话，我们注意听。On the phone. 你好，请问张欢在吗？你打错了，我们这儿没有叫张欢的。对不起。结束了，又完了。听见了吗？我们来听，我们先听第一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他要找谁？找他的朋友。对，可能是要找他的朋友。但是他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呢？我们注意听。好。啊，好。对，他叫什么名字？ Text 1. On the phone. 你好，请问张欢在吗？听见了吗？啊，欢在。对，这个人叫什么？张欢。张欢在。对，张欢在吗？啊，对，他要，对，他要找张欢，他想给张欢打电话。那么，他为什么没有找到张欢呢？为什么没有找到？我们继续听，继续。啊，好。请问张欢在吗？你打错了，我们这儿没有叫张欢的。听见了吗？为什么？他错了。他打错了。打错了。对，打错电话了。啊，好。明白吗？好，打错了。好，那么这个女的是谁呢？电话里说话的这个女的是谁？我们知不知道？我们不知道。对，不知道，因为不认识。对，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也不知道。因为什么呢？他打错电话了，所以这个说话的人他也不认识，也不知道他是谁，明白吗？对，好。好，那么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短文。你看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。你好。他说，对。请问张辉在吗？张。对，那么这一个呢？欢。对，欢，张欢。我们说张欢，张欢在吗？对，这个是欢迎的欢，张欢。啊，那么你看他，所以这个男的是要找张欢。张欢。那么好。对，你打错了。打错了，然后呢？我们这没有叫张欢的。对，我们这儿没有叫张欢的，因为他打错了，所以他找不到这个张欢。对不起。对，对不起。因为这个 A 他打错电话了，他打错电话了，所以他要道歉，说对不起。对，那么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来填一下
这里是什么？你好，请问。对，请问。请问。对，然后呢？他说，你打坐。打。打坐。打错，错。打错。对，打错了。对。再来一遍，你打错了。对，你打错了。你打错了。对，然后呢，他说我们这儿，我们这儿没有教，没有教张欢的。对，我们这儿没有教张欢的。那么最后他说道歉，对不起。对，很好。那么我们再来做一个练习，做一个练习题就好。打开这个作业。哦，好的。好，那么有两个题。好，对，刚才那个字错了。开始做了吗？你在做吗？对。
好，好，那么我们先看上面这五个题都是对的，那么我要和你说一下这个字，这个字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对，它读洗，洗、哦、对，我们说洗衣服 wash clothes、哦、洗衣服。对，那么我们再看这里，你说从星期一，那么你看这里、对，应该是什么？到，到，对，应该是到。哦，好，你也改了，我也改了。好，那么还有一个问题，这个句子里面还有一个问题。那么你看，星期一到星期五是不是有五天？五天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你看，五它比一大，而且每一天，每一天都有工作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我们这里就应该加上一个都、啊、你看，好，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工作。嗯，好，这样这个句子就更好了，就更好。那么我们看 好最后这一个，第七课很难，非常好，虽然它看着很短但是这个句子非常好，是对的。 好的，那么待会儿我再给你布置一个作业。好，那么我还要和你说一个事情，还要说一个事情，就是明天晚上我有事，所以明天我们不能上课。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时间再上吗？换一个时间 ，another time。哦，好。那么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呢？从星期一到星期五，哪一天？星期一好吗？星期一是吗？The Monday, the next Monday。期间星期一。好，下周星期一七点。好的。好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也谢谢你。拜拜。拜拜。